好，我们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来向支持大家好，大家较早哈，啊，咱的这个柯妈妈过来啊，啊，来柯妈妈先，甲咱海内外向支持大先请安问好一下，是，啊，咱主持人，啊，咱所有海内外乡亲，咱的网络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较早，是啊，柯妈妈透早为台南哦，怪远的所在哈。拼起来呢，啊是为着啥？讲嘛是同款为着这个汽车责任险这件代志哈，啊，落去讲拼老命啦。其实柯妈妈是阿个年轻漂亮哈，啊阿个安尼永远的十八岁青春哦。啊，这个那你的迄、那个理想愿望，阿个个迄落拢无完成的话哈，啊咱拢。唔敢互伊捞去，啊，性命嘛拢家冷冻伫个遐，家伫个银行，家伫银行，无利息，该拼落就对啦。是是是，讲一下，讲你那会爱遐早就爱起来遮，咱所有这个海内外乡亲，甲咱的网络好朋友，大家都在讲大家老早。其实吼，我最痛心就是讲，咱为着救命的这个法案，少年拼到老，啊，我今仔很早去起来嘛，是为着这个法案。因为你嘛知影讲强制切责任保险对咱整个台湾2300万的这个民众才是足重要，警察有诶唔知影。那么我未开始推动八年，你嘛大概知影吼，那是较少年人过去查这历史就知。八年哦，八年才是唔是短哦。当当讲八年安痛苦过，遇到李登辉先生，较早伊是咧做总统，所以我讲讲，即卖刚好这个英明的这个总统啦。我唔知影啦，吼！但是拄到李登辉召见，一个月三读通过，听众朋友，咱一个月三读通过了，是85年十二月十三哦。但是缓冲期是年到87年一月初才开始实施，到这样是已经15年啊啦。15年这中间，我对监督这个汇率，因为你是强保、强制车责任保险、强保，这政策性的。但是咱各位所有的好朋友。爱会记这里，虽这是成，但是政府是无出半角银哦。每一角、每一分拢都是咱企业家、教师、朋友人的钱，的汇款钱。但是你赔出去的，选价15栋啊，吼、哦、有差不多救助300几万人次，都、就是超市外价吼，得到这基本的保障，这是无过失主义，唔免小过，吼、哦，阿免搁再去和解，十二来都有摕到钱，基本你即摆剩200万，吼、哦，各位好朋友。您爱了解一下，咱遮的钱赔出去的，嘛是只企业家、家属、朋友的人的钱。但是咱车主虽然有1-2千万的车主，但是你也想哦，这不是小数目哦。这个到底，咱每日拢是咧救人，比如讲有人走路的，吼，啊是讲迄落无车的，啊是囡仔，啊是老人，吼，咱不管行斑马线，啊是讲你骑迄落脚踏车就对了吼。啊，是乎机车、乎汽车弄到，咱各位好朋友，这种有赔呢？这叫做无过失主义，拢有赔啦。吼、哦，所以我今仔日来搁在这样子搁开，就是讲，因为我即马就是讲，发觉讲咱这个强制险、这种保险的这钱，拢就是不当的，互人提起的健保、保健保这乌东啦。啊，你阿想，这样子好的制度、救人的这个制度、这个法案这样子好呢？免2年，就是会起保费，啊无就是破产啦。因为安尼，你若讲安尼时，就是违反着咱当初，咱当初就是讲，咱去咧立法的这个精神，这个迄落个本意就对啦。咱各位的海内外乡亲，甲咱的网络这个好朋友，你讲这个，若是要破产，还是讲去起保费，安尼是不是违反着？安尼要安怎？所以我拄仔看到安尼讲啊，唔对，咱根本这个乌手唔那个存入来，阮家摕，甲咱摕250几一起啊啦。那么这制度是无同款咯。你知嘛？这个健保也是一个社会的这个保险，或者是政府机关咧办的。那每一个少年甲囡仔，吼，大个拢是入这个健保费。是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即马小停者，咱那个电脑又搁无听话，完了，咱等下，念咪倒转来吼，大个搁接续落去咧，嘿。